好，当你身上钱有超过12000之后呢，那我们就可以弄16。别这样子嘛，不然会12000买下你这里所有剩下的包子，你就好心让给我吧。这是你发达的好机会。好吧，一定是这样啦，相信我，绝对是这样。有没有？嗨不嗨啊？啊？不是随机选的啦，你身上要有钱啦，有钱能使鬼推磨啦。你身上要准备12000，选第二个选项啦。有没有299啦？加九五加九西瓜刀啊？啊，加九加起来就是这样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最小瓜刀要这样子拿哈。哎，啊，刮到嘞！哎，不是找他吗？我听你们这时候聊天，好像是火器同好会什么的，前面的想必对各种兵器都有涉猎。还不敢当，只要兵器相关之事，愿与少侠互相情谊。我在以上听过一个叫瓜刀的消息，不知道、哦，啊，又是一个呆瓜被骗。天下哪有这么强的西瓜刀？娘子，这位少侠，你一定听说一位自称刀瓜26掌的西瓜贩子胡扯，已经好多人来问过了。天下事多有例外，我搞先进技术就知道不可自视，所知为唯一。搞不好就是有怪人将宝刀造成西瓜刀的模样。其实什么玩的火器，就是发火的玩意儿。对刀枪剑戟可没大兴趣，除非有像马什么马占兄在研究悟空火箭。我记得以前有位庄左终于红火的大叔，挺知道隐藏商人这一类的消息。他好像躲到春燕楼一带马厩去了，你去问看，应该有下落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刮刀男，请问大叔知不知道有一把传说中的刮刀？你拿翡翠戒指找隐藏商的问去。看你不喝酒是不愿意答话。我这里有一杯进贡的竹叶青。好酒，这个刮刀嘛，我以前弄到一把锈掉了，但是砍人硬是要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。看包子摊的穷小子，你堕落的刀子买不起，我就送他了。我想要你手头上那把堕落的刮刀，不成，这是我创建的宝刀，不给。那我有哪一个？随便嘛，威吓或利诱都可以。你敢不给我，我就把方圆10里内的猫全部抓起来，每一个死人欺负一只，那全都是你害的。好恐怖！孙悟空来了，我把刮刀给你就是了。好，我们这次看会不会拿到好一点的刀子。你明明钱不够，还想骗我？哎，烂货！是怎样才是好的、啊？我要刷到好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好，就是我们其实要选利诱啦，那利诱是要弄买的哈，要12000，所以他会送我没错，可是这个送我们都是烂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这时候就要凑钱。那因为我们刚钱花光了嘛，对不对？剩0两，就是我们选利诱的话，会把身上所有的钱给他，如果不到12000的话，他们会送我们个烂的刮刀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凑钱，我们去打小乖。